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呢做一个报告，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这两年多来的支持，那也感谢观众朋友对我的一些容忍然后，因为说实在，我们这个节目当然获得一些人的肯定，也有得到一些不满跟批评。我今天是小弟最后一天主持，有话好说。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呢，是由公视的台语主播叶明兰来接班来主持，有话好说。啊，各位观众朋友吼，老头老尾呐，登场吼，啊，拜托的，大家拍一下招呼的，然后呢，以后希望大家继续支持，有话好说。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看，谢谢。